享的是在北京的玩具反斗城买的佩佩猪的奶片糖，而且它是个好可爱的零钱包哎，我们打开看一下吧。噔噔，小猪佩奇零钱包奶片糖打开来喽！噔噔噔，不知道里面长什么样哎。哦啊，这是什么？还有附小贴纸。不一样的哦，佩奇背着书包，还有拿着一个小宠物，你看，而且这里面有造型耶，看得到吗？佩佩猪的脸哦，有佩佩猪，太可爱了吧！我们打开来吃一下吧。倒进这个里面好了。哦哦，要这样吗？对呀、啊。真的。好多佩佩猪的脸哦。拿一个起来看看吧。拿一个，对。它有不一样的。哇，好可爱的脸哦。对呀、啊，哎，你偷吃了一个吗？吃饱怎么样？牛奶，有牛奶味。对，没错。好，硬的，是牛奶片啊，所以它硬硬的啊。接着我们来看乔治，一样打开来看看，不知道会不会长一样耶？应该不会吧？是吗？不知道。哒哒，对耶，一样。贴纸呢？一样，哎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这个是穿着芭蕾舞裙跟小皇冠的哦，这两盒的贴纸有点不一样，但是奶片糖是一样的，跟佩佩猪的一样。这个吃完还可以拿来装小东西哦，装小零钱，超可爱的。还有个吊环，可以吊在书包或背包上哦，都可以一起。对呀，好方便。航航也爱吃的哟，囊囊，张嘴巴啊！你拿去喂佩佩猪吃哦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个小猪佩奇佩佩猪的公仔吊饰牛乳糖，打开来看看。打开来就是这样子哦，它是分开的两个东西，佩佩猪的吊饰吊环，一个小公仔。先把它打开吧。不能打开哦，我可以打开耶。这里面该不会又是要藏藏糖果的吧？对啊，还可以。接着我们来看看牛乳片。它这里写它内含20%纽西兰的进口奶粉做的耶。哎呀，他们都一系列的啦，又是这个头，看看，当当当，印得很清楚哎。对呀，小朋友超爱的，芝宝根本就是一颗接着一颗吃，是吧？放在这个里面。对呀，它可以收嘛。这样就出去就也可以吃咯。对呀，挂在书包上。哇，就这样。对，吃也很方便，对不对？哦，多吃牛乳片，身体好啦，补钙啦。对，补钙。这些我在北京玩具反斗城买的牛乳糖，真的是好玩又好吃哎，超适合小朋友的。今天与你分享的糖。